我是馮錦雄，今年67歲，人稱我是刀片跑手。我身邊這位就是我太太莊冰英，她退休前都是一位骨科護士，不過現在就是我的私家看護、教練以及行山的人肉拐杖，每一次是帶著我去走過無數的山頭。40年前的一次交通意外令到我左腿是截了肢，咁幸好喺嘅時候咧，住院嘅期間咧就認識咗我太太啦。咁喺佢嘅鼓勵關懷底下咧，令到我重新係工作啦，做運動。咁由10公里啦、半馬啦、全馬啦，我去到全馬已經去到跑到42公里咯喎。咁我係咪可以跟埋我太太一齊去毅行咧100公里咧？呢幾年嘅極地馬拉松入邊嚟講咧，我哋跑過智利的阿德卡馬啦，中國的戈壁啦，南極洲的250公里啦，同埋最近的納米比亞250公里的又係沙漠賽啦。阿馮 Sir 嘅體能比正常人每次都要付出多30%的體力，戈壁嗰次哇50幾度，直情啲風吹埋你都辣嘅。呢個咁酷熱嘅環境入邊，卒之都俾我哋捱過咗。我每一次向上挑戰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有好大擔心啦。路程越長嘅話咧，對我個殘肢嗰部分咧個磨損咧，就個傷害咧就機會就越大。你唔去嘗試，唔去挑戰，你點知自己做唔到咧？咁哪怕係前路裡面仲有一大段嘅距離要去做。但是我覺得是只要你擺正了個方向，你堅持一些，一定有機會。我是一位傷殘士，其實我每一天要走的路都會有一定的困難，就好像你們長期吸煙的朋友一樣，如果要戒煙的話也都有一定的困難的。但是只要你們是立定決心放低口煙，你們的健康就一定會好起上來。